空气充满危机，养肺不容易。恐怖到什么地步？它可以甚至是直接穿透你的肺泡，直接进入你的血管里面。刚我在吃鸭肉，一吃突然发现我怎么不能呼吸了？戒烟要戒满15年以上，才能够达到跟你同年纪的15年后的肺是一样的。